好，那么男生的侧面脸型练习过后，接着我们来练习一个，他整个是转过去的，也就是有点像这个侧背面的脸型，一样也是移动红色圈圈，那这个角度呢，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脸型，只是大部分比较多的都是在这个头的部分。先把他的脸颊画出来之后，再把耳朵画上去然后再把头型抓出来。然后还有脖子，脸的这个边缘的这个轮廓，好，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了，侧背面脸型的这个练习，好，所以到现在我们就练习了4个脸部的角度，